后一场的 strawberry 草莓，然后前面有一个现场的小 baby， 是我的忠实观众。OK， 他的妈咪现在开始在帮我做草莓。OK， 草莓的 ice cream 要堆叠出来，我也喜欢。好早以前，我妈妈就观察说：“哎呀，我们这个阿白鹿为什么吃饭这么慢吞吞慢吞吞？”因为我五舅就教我一口饭要嚼33下再吞下去，所以就有那个口腔美啊。Okay， 然后后来就观察说，我怎么会吃饭这么慢，吃冰那么快呢？哇，这个炼乳我喜欢，你看，哇，可可可可可，你看。然后呢，我用把进具放在操作上，好 ，OK， 镜头到这里了，好，我要过去咯，开始享用咯。杯子还是不杯子，杯子单手。